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注解》第339页，339页，从倒数第四行第三个字看起，上表诸大师切于甚至得无碍之辩才，善应根基，广寻妙辩，故曰得佛辩才。上面呢，我们学过四种无碍辩，这都是表诸大菩萨是与会的这些大菩萨们，释迦牟尼佛当年宣讲这部经，在座的大菩萨，他们证得一切种子，甚至就是如来所证得的啊，一切种子得无碍辩才，善因根器，不但是六道众生，还包括十法界，对于一切众生的根基，他们是完全明了，所以能够应机说法，广寻妙辩，这就是得佛辩才的意思。真解，佛尽意解曰，这是日本的净宗大德，他说若以根本教，但说一字，亦为得佛辩才，传如来如实言故。什么叫根本教？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法华游义》，这《法华经》的注解，上卷说：“根本法轮者，为佛初成道，华严智慧，成为菩萨，开一因一果法门，为根本之教。”但说一字，这个一字是一理之名字也。理本无名无字，超心意识。心意识就是阿赖耶，心是第八识，意是莫那，识是第六意识。这是妄心。真理是真心，不是妄心，所以叫超心意识。立心立相，
无作无失，啊，如果我们明了慧能大师开悟所说的20个字，那么这几句话就完全通达了。能大师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性是什么？他用5句话来形容。第一句是本自清净，没有丝毫染污。啊，在圣不增，在凡不减，永远是清净。第二个呢，是不生不灭，一切法都是生灭相，只有自性不生不灭，所以叫常住真性。第三个，他是本自具足，他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的才艺、无量相好，一切无量，一样不缺。啊，但是他没有现象。他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说它叫空，啊，叫真空。他遇到缘能生现象，啊，能大师第四句说，本无动摇，说明自信是定的，啊，自信本定，没动过，啊，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幕后一句他说：“能生万法。”啊，这个宇宙所有一切万法，自信变现的。这是如来促成道时他所见到的，他所证得的。啊，能大师只说了20个字，释迦牟尼佛讲了一部《华严经》，《华严经》所说的就是这20个字。所以这20个字展开就是华严经，华严经浓缩就是这20个字，不增不减。啊，华严经上任何一个字，都叫做根本教。啊，此地所说的一根本教，但说一字。那么通常总的代表就是那个佛字，总的一个名就是阿弥陀佛。啊，一名一词，用这个做代表，是究竟圆满。净宗是难行之法，佛教
也是难行之法。相信净宗，难中之难。相信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更难了。所以这个法门叫难行，易行，它太容易了，太简单了。只要你能够支持名号，没有不得度的。所以，《大乘经》上说，真正能信、能解、能依教奉行、往生净土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的缘成就了。得诸佛如来威神加持，你才能信能解，能行能证，往生就是正果，没有偶然的。我们这一生遇到了。也信了，也念佛了，可是我们一反省，功夫不得了。连谭旭老法师在世都常讲，近代一位高僧大德了，晚年住在香港。在香港往生的，他老人家常说，因为他事情多，在这边住持佛法，办了个佛学院，学生多，信徒多，杂事多，他说他念佛。一串念珠108声，念的时候还有妄想，还有杂念。一串都念不上来。这也说明，念佛不是个容易事情。比起84000法门，任何一门它容易，也不是想象那么容易。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出在我们对这个世间的事缘没放下。所以心里面还有很多妄想，还有很多杂念。问题在此地。原因找到了。那么今天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把这个原因消除掉。能不能把这些事缘放下？专想极乐世界，专念阿弥陀佛，我们就能成功。
而且这个事情不能等待，不能拖延。等待拖延呢，时间是没完没了，很难成功。要抓紧时间，时间就是当前，就是现在。什么时候放下？现在就得放下。只要放下，清净心就能现前。用真诚清净心来念这句佛号，感应就不可思议。用这个方法劝别人念阿弥陀佛，这就叫一根本教。但说一字，这一字就是阿弥陀佛。这就是得佛辩才，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十方三世佛，应化在无量无边的世界，教化无尽无数的众生，叫什么？就是教他念阿弥陀佛。世尊住世49年，就为这一句。善导大师告诉我们的，大师说，诸佛所以先出世，不仅是释迦佛，一切诸佛示现在一切世界，教化众生。唯摄弥陀本愿海。佛要跟大家讲经，讲什么经？就是这部《无量寿经》。因为这个法门难信，你不相信，给你说别的经。你喜欢什么，就给你说什么。如果一佛呢？佛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这一句佛号。这是一佛，一众生是无量经论呐，无量法门呐，从理上讲，门门都可以到达，这也是事实。可是障缘不一样。念佛法门得一切诸佛如来护持，障缘少。这是一条直路，是一条净路，成就快，你一生就能成就。甚至于真正修行3年5载成就的人，太多太多了。我们看见听说的，任何一个法门，3年5载是不可能成就的，唯独这一门。所以建立这个法门，劝人家念阿弥陀佛。造一尊阿弥陀佛的像，无论什么人，看一眼，阿赖耶识里头，阿弥陀佛的种子就种下去了。
这就是无碍辩才，这就是无量功德，这就是度一切众生，决定成佛。这个底下说，传如来如是言故，不但此菩萨耳，凡夫说一同。诸佛辩才啊，为什么？赞扬佛慧功德，开化十方有缘而已。这个里头讲行，帮助一切大众幸福。啊，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啊，劝导大众求生净土，这就是佛辩才。所以佛的辩才，一切众生也是个个具足啊。啊，我们依照这部经，依照这句佛号，自行化他。下面这一句，诸普贤行。啊，上文一言啊，一言呢、啊，诸大师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前面在第一句啊，这个地方佛又说诸普贤行。表诸大师贤安住于普贤大师之德行，个个以十大愿望道归极乐。这一句话很重要。华严经中，仅业普贤，我们看到的啊，只看到普贤菩萨这一位，如是常道啊，他在那里大声疾呼啊，带头倡导啊，提倡引导。精进则无量无边，得如普贤的化身大士，先来集会同弘净宗，这太殊胜了啊！比华严会还要殊胜，还要庄严啊！得同普贤菩萨的这些化身大士，无量无边、无尽无数，都到这个会场来，都参加这个大会。这个大会
是释迦牟尼佛特别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介绍阿弥陀佛。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呢？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这就明白了。会众许许多多菩萨，实际上都是古佛再来，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替释迦牟尼佛做影响众。他们一个一个实现等觉菩萨的身份，啊，贤护等16个在家的等觉菩萨。大权实现的庄严道场，启发人的信心啊！世间人没有信心，看到这么多法身菩萨，相信了啊！这些大菩萨有智慧，有神通，有道理，他们都相信，那这个事情大概不是假的。啊，帮助人增长信心的，这些菩萨们都发愿求生净土，净土一定很殊胜，要不然这些菩萨为什么往生？鼓励我们发心呢，啊，这个人真心真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做佛了，谁度他的？劝导他这个人度他的，没有这个人劝导，他怎么会知道？啊，他的修行正果，所有的成就跟这个人有密切关系。啊，所以任何一个人不知不觉也具足了如来无碍辩才。啊，不知不觉的也在这里行普贤行了。善能分别众生语言，这一句经文唐译的，啊，五种语言译本唐译的，啊，魏译的文简单，啊，魏译之诗。啊，也是8个字。入众因因，开花一切。啊，唐译的是善能分别众生语言，意思相同。啊，入众，众就是众生，大众。啊，对于众生的因因，他懂。啊，不学都懂了，所以他能够开化一切。净音疏曰：“入为解也。”
啊，这个入字当作解，能够听得懂，能够理解。啊，入的意思，为解众生种种因因，用之其数。菩萨也能用众生同样的语言来说。会疏引密集经云，此三千大千世界有84亿百千该众生之类，这个单位是该有几种说法，啊，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古时候数目字的名称，啊，多少为该呢？万万为该。今天我们称万万为亿，啊，这个亿在中国古时候，10万乘1，100万也乘1，1000万也乘1，万万也乘1。啊，到底是用哪个单位？一定要看上下文的意思。《太平御览》里头说法，10万是1。我们现在用意是万万，啊，10万、100万、1000万、万万，啊，万万是1，啊，这是《太平御览》里面说的，10万是1，10亿是兆，10兆是经，10经是该，啊，它是数目字的这个称呼。总而言之，这都是很大的数字单位。密集经里头说，此3000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教区，啊，所教化众生有多少呢？有84亿百千该，众生之类，这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啊，我们要用最大的数字来形容。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有多大？今天我们看宏观宇宙，以银河系为单位，啊，这是一个大信息。1000个银河系叫一个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1000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再以中千为单位，1000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所以一个大千世界有小千、中千、大千，叫做3000大千世界。实际上，3000大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
这样子算起来，多少个银河系呢？10万亿个银河系。你看，1000乘1000，再乘一千，10万亿个银河系。10万亿个银河系里头有多少众生呢？有84亿8000该众生之类。这不是讲众生的人数，众生的类。类别，这一类呀，不晓得有多少。你说人，人是一类，畜生是一类，十法界就是十类，每一类里头又很分。别类，这些众生言辞不一样，言语不相同啊。即是一切皆归业义，至真智慧也。虽然。言语不相同，意思是一样。那个真心是一样。都是从一个真心里头变现出来的，所以明心见性之后，不必去学习，自然通达。一切众生的言语，一切众生的意思，完全明了，没有障碍。菩萨应书众生有感菩萨有应应的时候舒畅意言说法开化这个书就是各种不同的众生菩萨都能应我们能相信，因为我们看过谁是因日本江本博士的实验室我去看过，高雄刘居士的实验室我也去看过。水确确实实能看得懂各种不同的文字，能听各种不同的语言，他都能懂。比我们人厉害，他不需要学，懂得一切人的意思。在实验当中完全能够显示出来。善的言语，好的念头，属于戒经非常之美。如果不善的念头，不善的
语言文字，它反映的结晶就很丑陋，而且这个图案跟你这个意思很接近。啊，你细心去观察，很有味道。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佛在经上说的，只要你见性，你没有一样不知道。啊，任何不同的语言你听得懂，你也能说。啊，不同根性的人你也完全明了，你有能力跟他们相处。而且你还得有能力帮助他们断恶修善，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密集经复云呐，此菩萨能入种种隐隐，能说法。开化，他没有语言障碍，他没有心智的障碍，又称赞大乘功德经云：“旁生鬼等，一闻如来，以随类因而说法。”旁生是畜生道、鬼道，这是三恶道里头的两种：恶鬼、畜生。啊，他们也听到如来以随类因而说法。这里头有没有佛菩萨？佛菩萨度众出生，要现出生身，给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用他们的语言讲经说法。帮助他们救，帮助他们脱离畜生道。佛门有个小册子，叫《卧游如此》，啊，专门是讲畜生。念佛往生的，啊，这是属于净土宗的。啊，鬼道念佛往生多，有人告诉我，现在鬼道念佛往生的人比人多。因为人不相信佛法，鬼相信，畜生相信，所以畜生恶鬼也比人容易度，修行比人快，比人多。啊，这些我们细心观察。明白这个道理，就相信有这个事实，能信得过。
这有相，众生无边的，众生语言呢也是无边，太多太多了。但法身大事悉能解了，法身是明心见性的法师，证得法身的大师们，随其本类因因而为说法。众生用的是什么语言，他跟他用同样的。随机随缘。普作饶益，普作这个作就是教化众生。佛菩萨应化在设法界，没别的事情，他对设法界一无所求。他是纯粹来帮助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完全落实在教学。善教学的人，一定是以身作则，做出榜样呢，给众生看了，众生自然就觉悟了。觉悟一定向菩萨请教。请法，菩萨在为他开导，用言教，用身教是戒引他，引导他起心发愿。然后用言教教导他破迷开悟，特别是现前这个时代，地球上受科学400多年的影响。大家都相信科学，科学最重要的是拿证据来。什么都要证据，没有证据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那我们晓得。圣贤的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古时候没问题。为什么？人人相信，大众都相信，相信的人太多了，彼此互相都可以做证明。今天这个时代，相信科学，不相信祖宗。不相信有圣人，不相信有宗教，不相信有鬼神，不相信有上帝，这事情麻烦了。如何叫他相信？
啊，所以今天唯一的方法做实验。要找一群已经相信的人，啊，大家在一起生活，把佛教的教育做出来给大家看，把伦理道德做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看了之后，感觉如何？如果觉得是比现在社会好，啊，今天社会是个动乱的社会，啊，伦理道德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社会，还是乱好，还是有秩序好？人与人之间是互助合作好，还是大家竞争好？这两个一比呀，就知道了。啊，有比较就有选择。不用这个方法，祖宗留下的教诲再好，佛菩萨教学再好，没人相信。从哪里做起？一定从自己本身做起。啊，本身没有做到，你不能影响别人。所以要从自己做起。我们才能够应机随缘，普作饶益。啊，我取众生，也闻如来随类之音，而闻法得度。这个一类是前面举的畜生、魔鬼。啊，佛讲经说法，他们也听到了，他们明白了，真正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佛也戒引他们往生。此名慧中诸大师，借由如是智慧辩才与功德威力，下面这两句经文开花显示真实之际啊，开花就是法华经里面开佛之见，显示是是佛之见啊，开佛之见，是佛之见，这开示两个字的意思。啊，佛与大菩萨能给一切众生做开示。开示之后，闻法的人
要能悟入。啊，不能悟入，佛不说。为什么？说了没用处。这一群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能悟入，佛都为他开示。大众在旁边旁听。啊，这一个人能悟入，啊，像唐朝时候，五祖仁和尚讲经说法。啊，会中只有悟能，这慧能大师他能悟入，其余的人都不能。六祖讲经的意味、意思、法味，慧能大师完全能领受。别人不能呐，听众当中没有这些人，通常不谈呐。啊，我们今天每一天在这里讲。讲的好像是不亦乐乎，有没有人听懂了？不知道。可不可能有人听懂了？有可能。为什么？不在身边呢？在电视画面里头，在网络屏幕这种，啊，还有不少人看光碟，啊，这些广大群众当中，我相信有能够领会的人。那么这个视线就没有白视线了，这个视线就有价值了。真舍之际，就是佛知佛见。一部净土妙法，具体是佛知佛见，处处是华严境界，故此经中啊，习是开化贤士真舍之己。这个几句话说得好啊，先为开始悟入啊。佛知之见，这一句《华严经》上所说的啊，制度论语，如发现实际，是三皆是诸法实相的意念。诸法实相的名称很多，
佛说了几十个啊。我们接着看真解，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摄相妙处，敬礼至极。这是“极”的意思啊，摄相。妙处是尽离到极处了，也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啊，用这个“寂”来形容它。准上两说，这两种说法，《大智度论》跟真解的讲法，这真实。就是摄相的意名，真实之寂者呢，乃摄相妙理究竟至极者也。亦正是啊，佛知之见。我们在佛知之见上再加两个字：究竟圆满的佛知之见。就这个意思。慧疏曰：“开显真实，这是显示的意思。为会上实解，前面讲的设法解，归一尘。”克真菩提故。可实实在在，证得无上菩提。那么真实之际者呢，以一佛尘为法压寂故。这个压是边压，啊，即是真寂，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其大无外”这压子，“其小无内”也这寂。一佛尘确实，这两句话说得非常之好。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这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真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虽然什么都没有，能生一切法，全宇宙是它变现出来的，它是能变能生。
全宇宙是所变所生。悟的时候称为一真法界，迷的时候称为十法界。这个十，实际上讲不是数字，《华严经》上用十表法，表无量无边。无有穷尽的意思。这个才是真正事实真相。又真解曰：若一小乘，那是偏真涅槃叫实际。若以见教，立二边为真实起，两边不立，中道不存。若以圣道实教，这大乘实教，诸法实相为真实起。若以净土呢，光山道教。为全方便，誓愿一佛成，这是真实起。一舍真如海骨净土宗光山道教是全方便，谁在做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以应身报身，无量无边的化身，在十法界示现戒淫一切众生，这都是全方便。圣道守理而非违理，净土一事而非为事，这挂乎里的是即事即理，事事无碍圣道是说的佛道。佛道有理有事，有性有相，有因有果。通常用这六个字，把一切法呢，通通包含尽了。变法界、虚空界，不超出。这六个字的范围，菩萨自心化他，有权有势，教化众生。我们今天说
跟一切众生分享，这是劝教。中国古人常说教学相长，你怎么样求进步，怎样让自己不懈怠，怎样让自己功夫天天提升，教学是好方法。你天天教学，天天要用功，天天要备课，要去准备。你的念头都能集中这一点，不会散乱。虽然没有完全集中到一点，可是大幅度地把它缩小了。你看，缩在一部经上，一部论上。那就产生巨大的能量。那再缩小呢？再缩小就缩小到一句佛号上，那个力量就更大了。越小力量越大，就同光一个道理。你看光遍照，四面八方遍照，能量不大。如果把所有的光集中照一个方向，那它的那个光度要加很多倍。原来照四方，四方把它照成一方，一方把它照成一条线，一条线照成一点，这就变成极光。极光的那个能量能穿透钢板。这个散开的光亮，一张纸都不能透过。这就是佛经上所谓的“智心一处，无私不办”。道理在此地。无论事出世间，一切事最重要的，要专，要精。要一门深入，不能搞得太多、太杂、太乱。这样，纵然再长的时间，都会一事无成。能置心一处。效果立刻就现前。能办一切事所以菩萨誓愿一成为真实际，这是他的修学的目标方向广度众生是全方面。但是菩萨有智慧，广度众生，不妨碍自己向上提升；自己向上提升，不妨碍帮助大众。一时正如海部，以海来比喻，大深，用海比这个意思，深到手里，而非为里。
梨要不要熟？要熟。啊，梨也不是真的，熟而不知处，妙解在此地。啊，为什么？真如讲到究竟处，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个理？哪来的个事？啊，有理有事，你还执着两边，理事是两边，啊，两边不立了，中道不存，要不要收？要收。啊，为什么要收？不熟，自己不能成就；不熟，不能教化众生。啊，离根四就是戒定慧。戒是思想啊，定慧是理体。不能执着。所谓佛师门中一法不立，这句话叫你什么？叫你不起心，不动念。又叫你佛师门中一法不舍。不立是叫你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不舍，样样都要把它做到，都要做到位。虽然做到位，坐而无足，无足而足。这才叫圆满，这才叫真的不执着了，真的放下了。如果是放下了，我做空，还是没放下，空没放下。啊，执着事情的人。他是没放下，空放下了。啊，执着空的人，空没放下，是放下了，这些通通都有。是不是真开悟了？没有。啊。通通都有问题，所以他不相应呐。啊，真正相应，这你讲了，啊，一思而非为思。守理。而非为理，这就是两边不立，中道不存，也就是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入无障碍的法界，于众生所入，则虽有事理，空有不同。而从祝福这个自觉就是赞美。
见之，这卦符里的解释，直设方如来赞叹净宗，甚至于赞叹阿弥陀佛，说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赞叹到一切佛法，最后都是直归于净土。则为此誓愿一成佛，一佛成，一摄真如海为真摄之际。这都是解释真摄之际。啊，为此誓愿，弥陀四十八愿，四十八愿，第一尺，第十八愿，生念必生，这讲到究竟处啊。这是真实之戒，可见慧疏与真切，均以此净宗一佛尘为真实之戒，一切佛之之见。《法华经》上说的佛的之见，金珠大师为诸众生宣言。设方诸佛同赞之，誓愿一佛成。故云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古来这些注解里头。都说得非常好。法华佛之之见就是净宗真实之际。这部经里头讲了三个真实。啊。真实之际之外，还有真实智慧、真实利益，在一切经里头，这三个真实通通讲到，很少见。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无量寿经》这三个都说到，啊，三个真实都说到。我们这一生当中，能遇到这个经，遇到这个法门，实在说是太难得了。这个缘无比的殊胜，遇到能够抓住，绝不放松，依教奉行，这一生就成佛去了，功德圆满了。这是所有法门，叫八万四千法门都做不到的。唯独这一门，幸运持名啊，多难得了，多殊胜啊。
啊，我们决定不能空过我。这一生当中，这就明白了，什么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的第一等大事。啊，头等大事，就是念佛往生净土，清净阿弥陀佛。这是我们第一桩大事情。盈科大师做出榜样给我看，可以不睡觉，可以不吃饭，不能不念佛。三天三夜，不眠不休，至诚恭敬，老实念佛，把阿弥陀佛念完了。这他没想到的。啊，这叫至诚感通，真诚到极处。感应阿弥陀佛，啊，佛来实现戒烟他往生，啊，这桩事情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啊，只是我们学佛的人粗心大意，俗事太多，没有真正留意这种事情。啊，现在得力于网络，这网络传播非常快。啊，传播的内容都很真实，无论是文字，是照片，啊，都如同亲自看到一样。这是30年前的人没这个方便的，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这个福报啊。啊，30年之后。得力于科学技术的帮助，啊，让我们想知道的这些信息资料，很快就能展现在我们面前。啊，它的作用增长我们的信心。啊，坚定我们的愿心，真心、真愿往生，我们这一生真能成就。啊，这才不辜负。夏莲老的慧音，啊，10年时间；黄念老6年的时间，汇集这一部注解，2个人用了16年的，我们得到了。得到真实利益，真实之际，真实智慧。啊，所以，十方如来
赞叹敬重啊。可见会所与真洁均以此敬重一佛尘为真实之际，就是《法华经》上所说的佛之至敬，经诸大士为诸众生宣言，十方诸佛同赞之誓愿一佛尘。这是指净土法门，这是指心愿念佛啊。故云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若圆会宗下，这个宗下就禅宗，用禅宗的意思来讲，如布袋和尚云，布袋和尚说的这句话，直至心心心是佛，一切不如心真实。佛法，无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都是讲这个心法了。只有这个心。心心是佛，三个心，真心，真如自性，妄心阿赖。真妄是一，不是二，只是迷悟不同。无论是迷是悟，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宗门里头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这个意思是说明你真正把心认识了，一切圆满了。大地无寸土就是一切圆满了，什么都解决了。好比天下本无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就是迷了心，才生这么多的事。觉悟了了，心里什么事都没有，那就叫成佛了。佛心清净，本自清净，从来不染。我们现在有没有染？没染。真心没有染，染污的是意，染污的是阿赖耶里面的种子。莫那跟阿赖耶找不到啊，他在哪里？佛法讲，它非空非有，
啊，虚无缥缈啊，确确实实，《般若经》上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个四句话参透了。就是这一句，知此心性，心是佛，你参透了。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设法界一真庄严。都离不开信心。一切不如心真实，故知真实之际就是自性，自己的真心呢，明自本性，见自本性。即为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啊，谁能做到？诸佛如来做到了，为一切众生做出了显示，十报图里头。41位法身大士做到了，啊，也为一切众生显示真实之际。但念佛法门，一佛不二，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故念佛之本心，真实真实之际。这个事情是真的，唯一真实啊，真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一切万法从哪来？从心来的。如果这个心是佛心，佛所住的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圆满的十宝庄严土。啊，极乐净土，弥陀在主持教化了，无比的稀有殊胜。啊，净土立教的理论根据，就是此地引用的两句话：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净宗立教的理论依据，是佛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说出来。啊，是心是佛告诉我们，众生本来是佛，
啊，现在不是佛了，不是佛，你迷了，是心是佛。你迷了，不知道啊！变成众生，在搞六道轮回，佛眼睛看了，这个错了，错得太离谱。佛菩萨悯念众生，啊，帮助我们回头，教我们是心作佛。啊，你要回头，不要去做六道，不要去做十法界，啊，应当要做佛。做佛一定能成佛，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做佛就能成佛。故念佛之本性，正是真实之际。啊，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教我们用什么心念佛？念佛之本心是佛心，那么它的效果就像后头这句话所说的：“故云一声佛号，一声心。”啊，经上也有，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是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念佛，不能用妄想念佛，不能用杂念念佛，不能用邪念念佛，不能用恶念念佛。要念，这要用真诚，要用清净。经题上说的好，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去念佛。啊，又经云：这是在《大基经》上说的。释迦牟尼佛讲的，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神妙禅。这一句话，把净宗跟禅宗的关系表明。禅宗批评净宗，啊，净宗是老太婆教，下下根人修的，禅宗是菩萨教，上上根人所修的，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上上根人少啊，真不多啊。慧能大师那个时代，只有他一个，没有看到第二个。大魔祖师到中国来，
只传了一个人，啊，上上根人只传一个。二祖慧可一生也只传一个，传到第五代弘忍还是一个。太少了，啊！慧能大师说多，没有比他更多的。他传了43个人，空前绝后。那么我们就能想象了，上上根人真是少数。啊，净宗老太婆教，教人真心真愿，愿生净土，愿见阿弥陀佛。啊，从慧远大师开始，到今天，历代往生的人有多少？我们最保守的估计，不会少过10万人。这还得了吗？啊，禅宗的成就，看无灯会员简度传灯录，这上面所记载的，啊，明心见性。这1700年当中，大概有3000人吧。啊，修禅成就的、开悟的，没开悟的不算。啊，1700年当中，大概有3000人。净土至少超过10万。净土跟禅比呢？佛说了，这是无上深妙禅，它太深了。太妙了，深妙到什么程度，连等觉菩萨都搞不清楚。这释迦牟尼佛说的，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真正成佛了，他知道，他完全了解，等觉菩萨都不能完全了解。你说这个法门。这个法门遇到了，真正相信，这人可得了啊！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啊，问题在哪？问他自己不相信，他半信半疑，啊，所以他就不像佛。真正身心不疑，确实他就是佛。为什么？是心作佛啊，是心是佛，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我们看底下这一小段。又第三品中，下一品，如来于真群宝，会以真实之力。那来讲第二个真实，真实之气，真实之力，在第三品里，
第八品里的法藏比丘，住真社会，勇猛精进，意向专制，庄严妙土，此三个真实。第一个真实之己，第二个真实之力，第三个真实智慧，实为一经之纲。将于下面两品，就第三品、第八品，详细的来说明。说明这部经典不可思议。那么今天我们是在讲太幸运了，遇到这部经啊，就是三种真实都遇到了，确实开经偈上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开经偈上的文是说，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今天遇到了遇到之后最重要的是能信能解，才能真正得利益。如果遇到了不相信，不能理解，这个遇到又会空过了。换一句话说，等于没遇到。真正遇到是什么样子呢？决定是放下万缘，一心专念。心是定的，再不动摇了，再没有其他的妄念了，一心一意。专念弥陀如果理解的不够透彻，心有疑惑，读经，读这部《无量寿经》，一遍一遍读下去。古人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能够读这个注解就更好。一千遍读下去之后，真的，你得念佛三昧了。念佛三昧，如果有功夫有力，就能帮助你开悟往生极乐世界。随意，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点障碍都没有，生死自在三个真实你都得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